早安你好，早安乐活，丰富您的生活。 许多的父母呢望着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呢，可能会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各种乐器。嗯，但是我这学音乐最重要的还是要兴趣跟热忱。我们今天呢，棚内有两位嘉宾，他们都非常的年轻，却有很高的音乐造诣。欢迎他们。首先呢，他是本地青年小提琴演奏家，现在在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硕士文凭，最后一个学期的骆俊宏，俊宏早。嗯，早。另外是少年古典吉他 演奏家今年应该说后天才会过15岁生日的娄凯文，凯文早，欢迎。他们这次呢是配合新加坡交响乐团即将在明天晚上这个34周年的演出，特别的回答。两位都非常年轻，但是呢谈吐都相当的成熟，尤其是我不知道这，可是当你在入学之前，我知道你的吉他是爸爸教的。 对，他之前其实学小提琴，对，可是现在专攻的是古典吉他。嗯，怎么说？我4岁呢，我开始学小提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会很好动，经常不会听老师教课，所以过了不久，我老师就告诉我父母说，别浪费你们的钱，叫我，老师要放弃你了，老师叫我长大。 长大一点就再回来学小提琴。被老师拒绝了以后呢，我爸就决定试试看教我弹古典吉他，因为呢，他本身是个吉他爱好者，他读中学时候，有学点吉他，所以他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。请问你到几岁的时候，爸爸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教你了？大概。 八九岁，他觉得，他没有，他不能教我，因为他在你的太阳了，你已经是太阳了，他想要专业了，你超越他了是吧？我们现在如果把小提琴交到你的手上，你还有办法拉吗？不会，尤其在俊宏面前，是不是？他们很难得，这次都带了各自擅长的乐器来到我们的摄影棚，他们明天呢，当然是各自有独奏，但是今天特别为了我们的节目练了一曲啊，选的是哪一首曲子？我们选的是 Piazzolla的一个，叫一个《Nightclub 1960》。 它是代表了一个tango 的音乐，所以特别带来给你们听。哎，好，希望说呢，观众朋友们也会喜欢，有请两位准备一下。OK， 探戈的历史，皮亚佐拉。
请坐。谢谢。你们是默契十足，合作无间。听的人，你连呼吸都会被牵动。对，我们完全投入。谢谢。对，他们两个也很投入。